我在韩服玩那一阵玩的上单狮子狗玩的人多。等他一波，一级可以拼啊！让他进草丛来，不要往草丛里边放眼，直接打。嗯，你这是没死过呀？我一看，那叫板闪还敢往上走？你们知道为什么这个狮子狗它能闪现不？因为这个狮子狗不知道我的 E 技能的吸地，这就是不知道别的英雄吸地多少。一看就是没玩过这猴，这都是经验。杀一波差不多了，回家了。割界大王，什么割界大王？我们从来都是很讲信誉的，说不不播就播啊，没说不播，我们就是肯定是播的。如果你发现我某一天不播了，那一定是我们说不播了。饼干卖了买血瓶啊，来人告诉他为什么饼干卖了买血瓶。还拼上了你的。不行，这兵有点多，算了吧。点盐不错，这就是他们的本事。不会现在都播这么久了，还能有人不知道卖饼干买血瓶到底因为什么吧？不会吧？这么拉吗？这可救不了你呀，兄弟，死肯定是必然的，赶紧跑，人有点多。你不说谁知道啊，你自己想一想啊，一个饼干能回多少血，一个血瓶能回多少血，你想一下，想好没？一个血瓶150，血饼干回复10%已损失生命值，回多少血？我800点血，你会算数不？你要会算数，你算一算，已损失10%，啊。
八十，那还是在我就一点血的情况下，他能回八十，那不是一点血的情况下怎么办呢？我掉200滴血，我把饼干吃了，他能回多少血？这边的狮子狗有闪，不好杀呀。小驴人来了吧？撤了。哎，小驴人走了，我们回来。怎么感觉这个皮肤打起来那么奇怪呢？饼干虽然加蓝，你要说是加蓝上限的话，饼干卖了也加。如果你要是说这个饼干它给你回复蓝量的话，那么我不缺蓝，我杀人基本上不会把蓝给他打空了。那为啥不点欠债？我需要饼干的蓝上限呢。还有的时候我不卖呀。带俺问问土地老二。我有了这饼干的蓝上限加持，我就不用出水晶瓶了。要不我还得出水晶瓶。什么打野？蓝枪打野还蓝惩戒？哎呦，我蓝枪打野确实应该蓝惩戒。想回城？不行。我就想知道一个事儿啊，为什么这小绿人上来的时候，恶魔小丑没看见他呀？这不对吧，兄弟啊，这恶魔小丑为啥没看见？我都不知道他放鱼了。我要知道放鱼了，这波咱俩把他杀了。看见没看见？他溢上来的时候没瞅着啊，他什么时候溢上来的呀？妈耶，双 buff 没了。下边再来吧。这波狮子狗双 buff 怎么才能拿得到？我跟你们说啊，首先我们需要先清波兵，然后清兵的这一瞬间假装往下走，其实不严，走到草丛里边。然后硬蹲他呀，这里怎么有个针眼，我是没想到的啊，失败了。这人怎么没了呢？
没关系啊，没关系，他不来无所谓，我们让他丢更多的兵，爱来不来，哎，爱来不来。好的，一波。这小兵这都能给他 A 死，我是没想到的。点个屁！你死不活该吗？这也不行呀！哪里有人头呢？这种兵线哪行啊？把装备除了，去中单看一看，去中路瞅一瞅。你快死了！你真不怕死啊？哎，这小绿人能秒你的，我们假装去上路这波啊，要过来，把这小绿人给他勾引过来。我很确信这里面没有眼儿，他起杀心了，马上就起杀心，别着急啊。你居然不杀他棺材板，我是没想到的啊！继续蹲，我今天看看你能往哪跑啊！今天这他这个600块钱，我必须得拿。啥也别说了啊！今天这600块必须得拿下。你是一个必死的人，我不可能让你走。来，让他扑！你别动，你不用害怕，我们俩就搁这站着，他还敢扑吗？先死一个来！哎，给我放一个技能。1825，不行，差点钱呢。来这个吧。打小龙嘛，来来来来来，把小龙打了。哎呀，小丑让人炸着了，小丑技能没躲出去。哎，这波好像要赢啊！我这一看呢，把狮子狗杀了，漂亮。越走呗。这个小黄毛他不想走啊，也等一下蓝枪啊。啊，刚才就你杀我是吧？还行，没抢我人头可以接受。就在这等啊，这个位置是没有任何眼儿的，只要谁敢来那就是必死，垂死也得死。好，你就往我这走来。
吐啊！你打得过我？小伙子，你这是乱打的。好，鲨鱼。我这是乱打的，这小黄毛伤害有点高啊，电刑小黄毛吗？这不对呀、啊。小黄毛的虚区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呢。送了一波，这波确实不应该死啊。哎呀，好走位！这个小黄毛很有可能是我们家的祸患，不能给他人头啊！他技能放挺准，小心点后边，可能中单没了，可能中单去赶赶去了。看我说啥嘞？好，这波如果他们这样打的话，那我们就在上路推，没有人守我们了。小驴人复活了，小黄毛复活了，把 E 给我交了，出没出沙漏？杀不了，出沙漏了，杀不了，伤害不够了。回中路收兵，马上死亡之舞了，1400可以。呀，这人怎么一个人自己在中路啊？我的天老爷，我的天哪，一个人在中路确实是有点狂了，那狂妄了。小丑西兰刀，拿个红吧。这个小丑的装备呀、啊，我觉得他不缺红。这波回家，回来出来五杀，嗯，这波先回家，回家以后出来拿个五杀就差不多了。怎么才能这波拿五杀？首先，啊，我们得放松，身体放松。但是我们的精神不能放松，身体上面精神它不能放松啊。先来偷个红，给 ADC 拿个红。这波狮子狗可能会来这里，我们在这蹲他一手。
呀，对面居然没来，我是没想到的啊。这我这波以无敌的一波，对面居然没过来，那就没办法了。那咱这五杀应该是没了。那我们打个大龙吧，既然对面也不打，人也不知道哪去了，我们不行拿个大龙。爱来不来？你们可以不来，但是大龙我们拿下了，好吧？哎。哎，定住了！我看见狮子狗了。接杀这蓝枪啊，蓝枪死了，没关系。小黄毛，队友应该是把他们都给收了，差不多了，我们直接中推。这都没死啊，安是 double 了都啊。看来下一波我们得看着点这个小驴人了。谁打电话？喂，哎，对，对，是我的。哦，可以。猜一猜是谁打的电话？是一个小妹子，是我的女粉丝。当然是不可能的。梦幻西游客服跟我说，给我发了个礼包，我用你的礼包，你那破礼包还不值我一个皮鞋的脚趾头呢，还都不抵我一个鞋带值钱。我用你给我发礼包，哎，没事，即使女枪死了，他们家基地也会爆炸的，这波可以打。不过这是来挽留我来了，你知道吧？知道我不怎么上线了，知道我不咋上线了，开始过来这个留想留住我的这个客户啊。我可不是乱打的啊，小伙子。哎，吸这狗把它杀了，漂亮。哎，50块。
没错，我是有备而来的。走，我们看看马老师的视频去。